方国际风筝会，我做的风筝飞得可高了。知道啊，寿光财宝会可热闹了。这谁不知道，这是潍坊人民共同的盛会啊。欢迎乘坐潍坊公交，城市美景近在眼前。潍坊好玩的多了去了。好玩的当然是放风筝，踏青赏花。石湖园、富华游乐园、风筝广场、植物园、青云山、云门山、宜山。在潍坊好吃的太多了，有辣炒大肠、爆炒腰花、炸五香肉、三下锅、葱烧蹄筋、葱烧海参。已经等不及了，万事俱备，只等你来。看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蓄势待发。